结婚后才发现你禽兽不如。现实生活中，无论是因为婚前的不了解，或者是婚后缺点的暴露，都会导致双方感情不睦，而这也是成为很多夫妻中共同的问题。于乔和周明恋爱三个月便早早的结了婚。恋爱的时候，周明对于乔的一切都好，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。可是，在经过两年的婚姻之后，双方没有了甜蜜，缺点都双双暴露了出来，则就是婚姻不幸的开始。婚后起初还好，两人都是和和睦睦。可是，在一次周明喝酒后却变了。喝醉酒后的周明刚到家，便是不顾于乔的愿意不愿意，直接一把于乔抱到了床上。然后，可这也就算了，周明有个怪癖，竟然很喜欢在床上打于乔。也是因为周明这个怪癖，打得于乔满身是伤。而第二天酒醒之后，周明便跪在于乔面前说：“都是我的不对，我不是人，你能原谅我这次吗？”而于乔心软，想着周明只是这一次，便说：“你能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吗？”周明很明确地说：“能。”这个能水分可就大了，清醒的时候能，醉酒之后就不同了。一次朋友的邀约，周明再次喝醉了酒，而这场景又是再次重现。虽然周明之后再次道歉，可这次却是于乔的心里落下了疤。终于在一次周明再次醉酒之后，于乔实在是无法忍受了，便和周明提出了离婚。虽然周明再次跪下和于乔说：“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只要你能不离婚怎么样都行。”可是这时的于乔已经绝望了，便和周明说：“离了吧，好聚好散。”这类男人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人都遇到过，虽然男人嘴上各种保证，但是却是屡次的伤人心。